大家好，我是农舍小讲的农地解说员小美。今天要与大家推荐的是位于竹田乡凤新段，全部面积833平，面宽各为 35.4 及 35.5 米，深度为 78.2 及 78.7 米，使用分区特定农业区，使用的类别农务用地，面前道路4米宽，柏油路。接下来就请您慢慢来鉴赏。优点：一、地形方正，土质佳；二、离八八快速道、万丹交流道仅要约五分钟；三、面积、排水道路皆有符合新建合法农舍标准。以上是小美为您的农地解说。如果您需要详细的资料，请在底下留言或加农舍小讲 LINE 0982570293，我们会尽快为您安排您所需的服务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订阅加分享。农舍小讲，感谢您的收看。